昨天去驾校去学车，当时我的这个辅导老师考官就问我，你这二十几了，有没有对象啊？练，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好事儿啊。那好事。一般人如果要是问你多大啦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，这就是给你介绍对象。是啊，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就回答他说，我说我二十五了，今年还没有对象。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？怎么说？给你介绍对象呗。介绍什么对象？就瞅你这行，二十五了都是，这点玩意儿都学不会，怪不得找不着对象呢。
笑林，新笑料。好，接着走了，明天到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哎，不许迟到，拜拜。